请听杨振宜、余永信演唱的台词《妙金凤》第十五回《宝刀围观》。表达好之事情，以待众生。当着往里向加本书的，结果为我石匠们要就围住搞好吧。是天东家是明白来拜个家事人，晓得往里向谁不讲不听，根本难的，只好硬睡硬家事拜下子才行。努力请到地让来朝人扎水服家，眼睛上下嘛高压一天，难实干了弄得个王心莫名其妙。你刚才讲本书的家长呀，只要他们银子拿出来，说什么讲的啥个闲话，啥个闲话唔不，弄不弄得这样个腔调，你也要跳起来了。是呀，东哥，你做啥弄啊？刚才讲扎水不加？东哥，本书的到底按家的了？本书的啊，少少按家上的生活了。嗯，哥哥嘛，你啥子弄啊？刚才讲按家的子银子，那像没在下面啊？哎呀，你呀。这人做个主人，是个没得命。那么你说你到底啥子哟？哎，东哥，你急不别急，让人都送你纸币来，讲不难听啊。那么你说你啊，东哥。吃吃顶顶，柜台里向个裁缝先生，朗朗歌舞，刚么忙着夜明。我如今在门那分彩信呢，白龙里面一路向的人，这一日的考完，一日的考完，我一对。给点白龙个上的眼明，倘若该些个半日杀人，唔不知为家唔去上身，我做干么门不通人？老天白有个天外不能碰上人，我女的刚从酒店个听见门的雨声音，只是一边个后门声铃，又讲喊路，半日都要亡人，你不讲道理个两记耳光。看着我们啊，紫风里鲜血淋淋，东亚祖母太狠心，吃得别个胡子飞吹着打，谁不亲人？把么送在外门，跟我吃过时间没少眼睛。想到东家了，该火把里弄个粉，等等我不住那牛眼上的水龙心。东家，弄啊龙江的，那么那好呢？那么我到底是那边海地板？嗯，我不是来吃药。嗯，我吃药是吃口里的带过去。那好。哦，还是俺家你老哥还拿来加银子的？哼，俺家没个兄弟啊，兄弟没俺家阿哥。要讲银子嘛，你两我一两，等你们两个我一个。视频啊，搞兄弟戏，他怎么扣了牙娘米郎啊？马虎棍子唔耍妖精啊！我听你这个有什么？我觉得银子交不着的。嗯。咁么，再想办法，还是特生女特子老大吧。嗯。那么我就带你讲。你不要好耍。东哥。嗯。我这种身子嘛，也想特生，还是一生。是那东家子们天天天呀分吃一命归阴呀，出啥个美的那个西都不挑嘛，那还天天天呀分吃西天的呢？跟我不白放，我要像绿鸡儿子了。那么我阿哥阿相信呢？你大哥吧？你呀、啊，你是谁的官？都呀，都人们门开进呢。你那家心家，你家心家，你为何放心？是一个女郎，娘娘门的门一门，娘娘以为个种种帮衬，是那少年丫头一个痛。
三三斤。哎呀，我西亚分析怎么南亚里三钢铁就脱梦呢？但是我晓得个，娘娘以为了帮那个忙哦。嫂嫂帮那个忙是个巨哦。哎，是巨哦呀。怎么阿弟听见是哪哈呢？那么娘娘这个意思嘛，都要听见个中书相信，奴妾人子马古人里的奴来问。顶什么的马姑在弄啊他为什么叫顶上这个就是呀哎呀没怎么样你讲的兄弟就是要这些怎么重要马姑姑在咯人家没说人家我再干我把你扣去四年那么马姑姑在大理我顶顶他哎呀弄个干又不顶他啊我听你怎么一方面我不在接受呀本方是我想哈说一上白给没教室里相信那些什么一张人子胳膊我不来去马姑在嘛我就想想白发当不如的为的回追妻子咯想不得你也自个来哭死人家哎东哥那么是听越龙越发这样我把这些没办法你这个样子没碰出八个那就是出八之后我去三个我去公司不严谨的东哥我当时想着你只看你在我记住干活子他们在我上去没去问吧人家哪个不懂了你那么我们现在是替龙给干嘛我就想吃个办法啥个办法东哥哎你别管我吧你说娘你说现在替龙将我觉得也明个太多也是上了是一次长门已经出来等你东哥上来那哈请你东哥别一个个思念哎什么的宋哥那么没办法的只要到脸上呢你别这个告诉你吧啊别个告诉你吧啊王西千里一口气刚我妈要跳起来不然你就告诉你说哥哥哎呀死心那还不能想出来还那个被告诉你这个是太太内外心啊那个准不准啊一个人机器不能准他的不被你告诉起来王西亚弄得了可不能讨回一向起可被告诉你啊他谁没让我答应给我答应给东哥你要是不肯被告诉你是去龙江这等于都要来一口哈分析个那么先等我还是我不去故事其实我的别去告你东哥我等你不能为他回去去这样啊这个那你要那你别告诉你发车子给一发达达的双个门子给那么等你的一口我手臂洗他在那么名字弄出来见我去马姑子可姑子还不马呀等你当不住你还为他回去去的呀东哥你看我跟我的龙江的啊让我命了你就背一句吧啊你的身体是一只人都这样王喜听到他心里想那个四喜为啥的这样为了为其谁为之偶呀假使我现在发白的龙江阿古爱心的来历吃得住的四喜啊你呀假使我家发白家喜的那样龙江是吗送到衙门里向我要吃三碗啊他带你不是是公白的是我们太太的叫我个为难的怎么是呀东哥为了为妻为子那我个有神的那个真的我告诉你大人不过这辈一句啊不要背得好了我打在里夜里这次一早下不为你我有东瓜见得背一只啊贵贼啊用不得背两只了那么你那个背吧那你背啊东瓜你背啊背还是我啊谁让你就背好了那这背还是我哎呀背嘎死你都没比当个我没比当东瓜不要不说你已经过没想了现在不懂当然必听嘛谁想着哎呀可是谁姑娘理工夫这样叫帮忙必停哎不能懂的不能懂的不能懂的哎呀是是呀但是我可是给气腿发出的好、哦、哎那么 ACD 阿 Q 来了我们我说过哎我就是阿不来过那你是阿不心情太气的喂我太气啊不能给太不能太过不能太气嘛给气哪行出呢那东哥那我干你啊你等一下直播嘛命尽他可以去买从北头谷里妹妹家妹妹家的圆鱼啊自面见从北头里圆出来哎根本圆大不当中把你祖先堵吞啊我不会堵吞过你放心孩子啊现在不懂水分哎啊不能懂哎是西啊那位人啊还有啊见不被把龙江特子呀根本哎现在阿贵那个年子啊打得来啊打得来个哦打得来个哎假使年子里挪出来嘛那是多个招呼本啊你啊医生啊你放心啊哎那位人啊
刚吃了让刚刚来了，厨房里向个动物阿舅拎着大地锅来，几几几菜顶不忘记香的那种，望着不三八洞的海里马子的西大干好房里来，一到此地嘛，现在真心寻不着。四下，四下，四下老李下一听，哎呦，来这晚，东哥，哎，东方丽宁来着，哦，东方丽宁来着，哎，你快点别想，晓得，不能东哥，晓得晓得，那么也今年带我去。哦要谁要管哎是下你来这哦我们是一来哦怎么叫妈妈跟着来菜没好没好我们那几几几菜顶不忘记先来拿出来打的来你要的算那话你要谁来李先呀哦来来来林林啊你们这你当心啊来来算那话一连嘛拿拿李先哦哟一口没真正一个高火吧因为他把自己有个人一点点然后这口气你要往来李郎想帮俺别听哎呀欧吃吃喝吃吃昨年你压为这三个和尚一步来一把几句几菜挪出来一共四样小菜嘛，带中往西对不比一把酒醉杯杀喝一杯酒是下啊啊你挪一副香辣菜了香辣菜啊哎啊哥啊你哪说的是香肉辣菜该我帮你落得来家哎呀，那在乡里那抢的，嗯，不敢。我们乡里人家去做阿姨服务，乡里人家做，谁是干活是哪做的人呢？哎呀，你别新娘，别新娘，那我来当你新衣服啊，新衣服啊，哎，谁服啊？啊，乡里那去，哎呀，谁的啊？啊，林哥，来，我来领啊，来等一下。哦，那么眼睛就过来拿地朗向，刚从多这个两度来不？现在起来，哗，拿上一度再哎呀，比三度，嘿嘿，阿哥吧，嗯，那来这。一个两个脑一个走一个脑底下阿林阿林阿林把肉给把肉给哦也在这里一次还是开去给香的拿出地下室里面老婆郎一擦嗯哟这个四下哎顶不忘记打得来我是火车子吧没还完没阿姨顶杠不给不给不给们三岁拆了地浪子了没还完把猛真地浪一拆么山呼下呀这么准确所以猜的细细我细念个脚步比轰一次不轰烧不晓得汪西于来一旁来一旁反正见到年纪见到年纪要养个养呀养得了真正乌拉不成也不好使起来这个实在吃不下么汪西两只叫了让看哎呦我比老师一口哎呦好了你还是让看看阿瑞等了不能被扣起一下扣起这不得了完了完了还出来是等你怎么样也歇得管嗯啊一注意你的鱼的娘我来弄个阿瑞好带我对起对哎你呀你呀你是这么苦难你是这么苦难你为了让人光大的往里下去叫人子不要狠心要弄那扣出来为努力点起来看看我把写这个看看能够为渔民了帮忙来的努力点起来看这个你呀、啊、那你现在记得的你老应该那样有点灵性啊努力去后再等我一个一个做自己吧、哦、阿舅一听哎呦我死心的去过哎呦这个人有没有灵不要不说可能光往心在等往里来家等下会叫努力点起来我懂故事的要真正的我做二百零八包是呀啊我来了阿弟等你怎么样啊啊你上天的很快的你还能记不得怕人绿灯阿弟是呀东哥东哥你别动你不能动的呀不能动不能动这不比啥么子你等等你等等那你都喝个顶不忘记这哪拆了这不比呢那我哪些的衣服拆呢你好大礼数的呀这什么家四年有来日胖的正常年纪要养的可一个男孩告你一告嘛等于出班子喂哎呀你等我烧开你啊啊来晒他晒他那么也就努力晒了逼了东哥那你不能动手不能动手啊四下哎刚才的冬日本来哈出去的哇啊这个是吗你在刚话你没人啊没人了哎你不被啥么子啊、哦、香喷喷香喷喷啥啥啥么了我的那个鸡翅鸡菜哦鸡翅鸡菜啊哎鸡翅小菜啊四扎多
市长小姐啊，市长，哎呀，被假戏的倒没一提的了。市长小姐，一些对我家可以吃一个饱含丰盛为肥水的。是哇。牛阿姨的牛，鱼干阿姨的红烧肉。市长啊，你不点红烧肉给我家吃吃？东哥，哎，不能吃的呀。我家谁杀的呀？我讲不来听呀。我们三子弟我们不几块，那一吃没空得吃的呀。哦，不能同给。个肚皮饿呀。你一心光安逸呢。真的董家这怎么在这熬到那吃完哦熬了熬了哎熬了、啊、哎呀四下啊得不不好像有老鸡味道啊是吧春香特别嘿嘿哎老鸡我干啥牛粪吃的啥牛粪吃的根本是个小菜粉能吃吗那不被老鸡本我干吃吃董家粉能吃个呀粉能吃我干死牛粪白吃董家董家董你粉能吃这个粉能吃我们再不来吃啊那么没办法再不来吃完王氏烧还有杯来酒了嘿，东哥，你煮不上去啊？来酒来着。哎呦，阿玲啊，这个老酒的味道啊，浓得了芳菲的个。哎，你们还在上上上还在啊？不晓得王氏哪么来口，三月三月份吃么子，肚皮浓得了不得了。这两天为荣是饱饱之忙，要炖么子吃。这菜饭没放下去，弄被垃圾污气么里大也关乎了，弄得你自己一天，哪个两条外容来了，外容想拼命的说呀，那也是什么你干你弄了干你痛，哎呀哎呀师姐，东哥都被弄啥的，弄得发疼的，哎呀我见你垃圾别吃呀，吃不得呀，都被弄啥的，那挨了挨了挨了啊。哦你个你老虎哦呦不灵子玩这点声音听得是董家来的玩董哥董家让来的啊就来的来的要求该怎么你上的来的你不能懂不能下手不能下手不能下手阿德瓦让来西帕比我年几几几在送他来自家马上吃人50两银子水子一包你打车地道车神一大路哭出来个沙梯急着么真正吝啬失礼你这么打个口口哎让老百姓口口哎哟我都不能不失礼个兄弟细真啊那可能你自家出去自己来这个啊也哭得就活口啊做做事情哎一人一大路够累而且往年个哭子啊特别个弄起这个灰的一路跟来十刀子的自家长三六位第二人口几家人上怎么样哎阿舅呀你老过了啥地方那那谁那个大谁那个大好那黑衣上身啊刚来着四下哎阿哥怎么样来着啊怎么样来着的哎那先生出来坐一坐啊先生先生先生那么眼睛出来怪东瓜不能同啊爱情怪子啊带阿舅们怎么样哎你来的是呀我刚来的啊没事哎你老姑在啥地方你东高老李先老李先哎好咱们呢领阿家进去啊啊哎是是呀真是对的这些个高火帮来的低呀阿都不是高度的真实呢你等妈妈最起路来中国多方不咱们来低呀低低大的呀你们也是傻对不分低的高火帮嘛低带中高火帮了真阿爸他到底眼睛到底眼睛啊哎呀早地不是的上啊上着当心眼睛眼睛啊谁扯的呢你谁扯的那副眼睛本来谁扯了哎呀这副眼睛是中间线你不嘎子你不讲呀来这挖他们来这挖他们来去配呀还真应该弄两根米索线哎龙两个球球怕你都哈那里一个那么本人刚爱点真皮嘛中国两皮了你这一皮一皮来再一件晒的以后你还得来配你要配嘛要吃东西的呀不说啥啊往事有一皮扣一针一个嘛娘里推推空气啊喝你在啪浪一来嘛你把爱你个真皮在当晒的好上两个等等上两个东东说话眼睛嘎子挪来身边一带那是好本当真是眼睛气他们高你口不清爽高火把你再搞后那这叫打进去嘛
你想兄弟种种种么种一两间房子总归有，挖到了地当里，地当房子就会精神都归房不了，一旦攀一步扩进去是扩得到了，瞧不准瞧可是这逻辑嘛，带着细细我细那个胖狼狼一照，哎呀这个汪西痛到心里下，哎呀我们个鬼黑两只脚要进攀一滑，没这样一滑嘛都不得个，哎呀得叭叭叭叭啊、董事长，你当心点呀，当心点呀！是下，啊，起来起来，是下啊！哎，大概门开那五楼个，那门开会得五楼去啊？啥么子？不是门开，不是门开啥么子？你要个家养，你来管人西呀？西特子，你来管人西呀？西管？怎么不得？记住西特子，那还两只脚一滑。哎呀，董事长，哪个西人家会得一滑呢？那你东家记得可不能，我不杀他的呀，我不得比白骨头。那你拿个一只拿去，他那个骨头，那么骨头还是挖个嘞，一挖嘛来扒拉的一个跟头。哦，一挖。哎。不是一挖，一挖。哎，一挖。一挖哦，他说你，阿爸个跟头到底他没看见。你当心啊，当心啊。啊，干活帮你难饿的啦。干活帮本来呢，把这地当里比赛啊。一点点拉出红包飞上来，我们吃吃喝人人。哦，鸡菜鸡菜已经摆好了。哪样菜？哦，四样小菜。嘿。嗯，哈哈。哎呀，嘴白巴了，那还最发啥的？领导，阿舅也正会在里向。董事长，哎呀，做事体忙忙操操，嘴白巴了，那老最啥的发啥？最啥个？我要讲八字那颗那还最白的没这个嘿，奇怪，都让我刚才天天上上沙漠一百字，我要讲八字沙漠一百字那我也没白的，不记得是一年前的往事一直你就本来猜到个白字是我亲阿弟人家农夫经商在沙河一百年里外出去，哎呀啪水之一下银子挪出来，带着王氏一个对半边一把，仔细一看不开心啊，银子来着我，看见银子但是一个房银呀。东哥，银子在那对半边啊，东哥，银子在那对半边啊。哎，四下啊，你那股到底阿认识啊？你当然是来登记的。洗车这么难呐，喊东哥银子在对半边啊，银子在对半边，那关叫洗银洗银不为兄弟个？哦哟，东哥，你不明白呀？我说我还没有谈个，啥个道理啊？那、哦、你东家老临时一个辰光里打我不是个，哪说？就在实习啊，我们看上去马上也是一在，谁知我来嘛？你在厨房里向打人家狗皮缸，还有小姐里打我马虎姑在。那么教室里打人马个，可你让我对不被害三伤，让我写得怎么？我应该还抱你阿狗三一害了四害。那么说明你银子弄出来嘛，我不要害个了，娘你还听见呀？哦，啥样道理呀、啊？哎，那么实际上你害得相对，害得相对，嘿，啊、哦，保佑俺个生意兴隆，身体好是听得见的。还、是你不要害得亲自啊，你应该不听见啊，要阴阳无为的，嘿嘿你害得相对，害得相对。哎，什么？东哥，银子在你头不边啊？你们这样玩啦玩啦害。记着往昔的来日旁边要撇了眼睛那像拱起来黑你眼色怪过去一口嘛来这口气心里像一周你的思想你非要往南往南那个老早困起的哎师弟假使是替车把门屋扎大人之抢起来好比当地阿德为摩尔国之是呀怎么样哎，那个还要磕他两个头来记一记了。啊，那阿姨八袋挪一个来。干活房里是不八袋给。哦，那铺地板愉快了还呢。好的。那第一地吧。哎，把人家是哪家的乌鸦势力呀？不是一座之境啊，记着天地良心啊。地当里忙得不得了，他的吃空身体，够得来自己选的，一选自家人啊。我那是厉害鬼。为了高楼年子，他的百步人里，啥意思啊？搞王阿斗势力嘛，真正给个人没别良心的。是吧？哎，你老哥啊，你老哥。那个阿舅哪里可对的？
我王人回答的一声，他是家族伤心哭出声。其实你个哭无疑是假哭，这不是先看看下个好字，让你外地可以去告，说明我心地好。哎，你老滚呐、啊！我当来从小离别家乡的，与你身家历年在高寿生。家之风非常容易，从小到手指啊，哎，身家那也不容易的，一滴一滴薄起来。地大鱼粗，早发成到八百家时，兄弟呀，黑呢不是阿哥啦，你是没事干黑哟。谁家里问大大十六米纹身，收一八位家财一对称。你们既日萝卜是内的无物，有好不亲自上门，记住那个不对，他为金黄发黑，你为啥不到阿家阿舅地当里来呢？我与你同把水做亲啊，兄弟。加个几百两银子，我啊不忍心，好子愁死了在身。自家的片到阿哥地当里来，加个头一百两银子，没啥关系的，弟兄啊，啥叫弟兄啊？一个爷娘养出来，那与之其不来。那来子们啊，噶家子银子不能么发钞纸这样咯。好哟，王熙王在地朗向听到了大吼啊，都很不得跳起来，四年打来文人项目，来过个来两大，第一大来跟我出去，第二大来经济官家第五年弄我吊起来要打，现在来当时我真的是一条的刚一人哎哟，吼啊，但是现在不能给发吼啊，不像。哎，兄弟呀、啊，那个阿舅哪里可对着？啊，你个你老婆哦，拿起这个灰掉一个头磕下去，那一个头磕下去呢，你为了让妈妈痛人，或者马上抬起来，痛人地下，刚才是上面那一套。嘎哭，这不是西口口，心里想李亚光，也是阿斗个中年呐，来得个疑神疑鬼。哎，我跟侬讲，西弟兄弟，努力吊起来磕，我非要真正爱惜的你心脏都嘛灵灵，所以默默通人。我们当然马过来，过去的天们呢，兄弟不要急啊，我总归带你好的白骨人的啊，娘娘总归师师傅傅保佑我们地当里生意和水抓千里，所以一个都有客户去治理下，你呼啦呼为了让妈妈同人。那么一个都有客户去了，王水听得没清爽，一来生意忙中我的去，而人自己来日旁边要供起来，眼色一口口的到山头上想，
一个印子给个对妹妹叫让住下去。王氏一个肚皮饿得实在吃不消，王氏阿公对口下去嘛，娘我来弄点咸菜吃吃吧，饿不住的。他这个来差人拿水扎的杀得比较松，王氏伸出来，哎呦，比老师想要好了，可见这是猜出来不晓得是地方里。哎呦，这死人生水是十家门酒馆。潘猛正得往的屋里去找，刚巧找了一锅红烧肉，饭店那个小菜，河头当地米那下五百几块肉，加大一步么，加上五六块，猛正之里想一塞，胖死我去。阿德么个对刚巧可好？啊，你个你老，哎呀，哎呀，一锅红烧肉烧他不如啊啊！杀了我几个司机啊，怎么样那俺刚开一个得少特不问红烧牛啊，杀特不问红烧牛啊，杀了我几个不问那是你东高刚从来了吃得给你外刚哈哈哩怎么样那我这是他们我也得给那我干活帮你直接我说不够啊、哦、我都没两只来中来这个都来哎，孟大哥，下面么刚从打开腊肉来吃的个，老吃吃个，哎，腊肉吃的个。哎呀，老吃个动作倒不好吧？不是肉吧？这个对，一开始少吃几块红烧肉。嘿嘿。哦，一个高火帮你倒几棍的。啊，这个。哎，看他三个头呀，还有两个头呀。啊，没喊没喊没喊。啊，你个你老婆，第二个头看我去。王氏几块红烧肉，胖不能吞下去，十口而下，什么啥都收不够，味道比上。现在听见阿公讲，我当时老吃吃个，怎么呢？以身推报，到底是来弄不够。胖水生出来，忙着挨米屋里去扎吃食，扎上一点粗粮，要这忙着吃的食，那么可不？嗯的。刮了喉咙的打，你不刮了牙齿的打。哎呀，王先生，这个要干啥他怎么？死人吃干的来的定计，也不好使起来好好的。那人去的各种小的人啦，有的样疼，骨头比较脆，谁痛一病了，骨头多，搿点粗粮不能疼我去。啊，你个你了，哎呀！思想都呀哈三年的哈三年的哈哈一条鱼不必的啊鱼不的啊可以个对烧特地小菜可以个对烧特地小菜那很道理啊都呀啊我父母那个嗯跟我帮你呀非得有来从嗯个都没个买来这个都来毛哎这五八那个买门那个米怎么拿水的脸哎呀吃不着吃不着非得刚好这要买来偷偷乖好再开开一个出去吧这个能啊哈我冒不灵敏的啊你个你老婆第三个头靠我去么往这个找水压生的绳子盘吐出来往艾米屋里去找那么空找到一波西粉林狼国之盘拉出来么忙成智力一生哎呦那么讲的司机可就拉到西粉忙出来一生扣上去进着背也抽吧抽包来肯定都要请我吃上我根本拿你趁机机会是绿包是一盲正该会把我的哈啦啦啦啦啦王氏腰间嗦啦啦嗦啦啦也想嗦我的那么你牙齿一个门牙头他只好你不嗦的呀你这样嗦啦啦嗦啦啦四年了让吃嗦粉那个阿朵也好了好的你个对呀分开离去说是什么的啥人活了让吃嗦粉啊啊说是什么的你真知道物理上一颗嘛的一无是一分大学这么分三位的罪楼楼共四年几个带着四年之力咽一着送你哇哟你得没丢心年代哈的三个四年我得吃新粉的啊啊都一哈们胖不就是那个嘛带下去跟咱家哭了个伙伴跟咱家来了里面干嘛这个一出你的外遇五十两年子随了四年的万里年子太败不起他阿伟的你要不分析是高的要想过去挪年子也不够好
那么呢身体这就是像各绿方子的来了各户方去你老婆啊你老婆啊那到底阿英西啊不正西门的北齐了呀谁对上帝好双的啊哦哟是一个种你老婆啊对万的五十两银子假使你不给你摆起来当阿嘎去阿嘎再到底当你再到五十两吹牛一百两自家的一种好双粮啊你不要个种体统走出来啊啊银行银行的啥个你老婆啊你老婆啊你们在那当兄那么王西啊你离亚别去里的当你们家子这当分天气两个继续你在那被武器复现了你还要保存王媳妇来上当贼听阿哥这样告你有啥有好商量五十两给你们再吹五十两本来一百两可当起阿哥啦违心之意本当五十两可以扣价有一百两嘛但是是外周期啊可以是为我落地那么你让我当水伸出来嘛带着地上一场人说了什么起来眼睛那些两张哥要恨他们阿哥哇阿哥哎呦哎呀叫我这烟落落的你到底阿真是啊阿哥哇阿哥不真是啊十个人十个都死心围出来还有龙江他们还那个背个嘎西我阿斗听起背嘎西因子后脑塞气让哪里你带头啪腰间十个嘞那个没得啊哇那个不像啊哇啊哇啊对吧对的啊老悄悄来了应该哭啊不要你的打死你啥个啊那个上那个独民党非要那个迷苦那个没得呀一向踢开呀啊那苍苍两斤一光汪西南不为水让你考在这里保定重视对汪的五十两银子这个是性命两招是有盘罗银子一项还是我科技银子你想那么得啊没去的王子您是为那个阿弟娃你当好在去那个兄弟口那牙娘的那个包银子本啊你别个你别个一个人家你别个哎那你为那个阿威那个谁比那副威那副威嘛阿弟走得成死够那个用牙子对准的水别浪下啊阿娃一口咬了那么血打打打打过来王西一同水放他们阿斗扎罗包年纪像那个没得不小我要像年子年大阿瑞让阿斗听起眼睛带里下来一口吧哦哟那是你怎么起来的叫别搞心你啊别搞心啊上那个独民党哦不才四十年了四十七八口就完我考虑都上过了四十七八了还好了好了好了来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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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哎那么都不要睡呢这个鸡翅鸡翅打出去什么呢鸡翅鸡翅倒出去嗯都要啊各种鸡翅鸡翅们抱了一大枪去狗仔这个倒出去猫里又出改的还是我心念起来呀闹闹不过红烧又不离去你还怎么你就送不离去怎么还怎么还送不离去打出去打出去稍稍等等了那个要吃两个月的了吃两个月哪不得这样子吃啊那那那那一波来了一放一放对不对拿出吃眼那个香啪啪眼打出去怎么样拿出了香眼的时候拿出打出去压力像抵达力好找找香嘛打出去少问哈特文嘛也可以叫叫戏呀、啊、你这样子吃给我还叫叫戏了那再不来吧啊来为谁都老婆一道打出去谁都老婆谁都老婆嗯怎么样啊给个谁都老婆不能倒开这是啊也不是你一个呀不是你一个你都该我帮你给啥你打的分嘎称称的你吃成啊刚才刚去都是要菜三头老婆白让神色打周期一一切切丝嗯哎周四啊三个月好吃的那么不能这样子吃哎顶不忘记顶不忘记呢顶不忘记啊哎来这谁啊谁谁其他分析他们喝啥个顶不忘记呢我们那些等你再什么到周期喝不来喂什么的哎你老姑啊那个没得那个不想啊走得出个种事体让阿嘎上那个独民党真上就是嘛那不必害你家贼哎我可能们那洗他子拉倒那个不小没得哟摩托梁上踏兵塞们大致动物把这身来吃高火帮包为到神的反正等等等等等等到刘庄乡科技高些没法理解
戴宗大娘娘说：“你告诉你家里再讲点托梦一样，你那股死他，还要死他了，死弄不出来，让出点缩分，不过口臭帮拉了两斤耳光，来帮你说句话。”哎呦，大娘娘那边的，我从来分析过句话，眼眼在抽巴，不过心里想咱没有安慰啥的。你压缩中学分析他是高的哑巴子，不过现在中国一点难为人。阿都要进到张望街里滴滴答答收不一手嘛，损失三百公里。所以马地最低才并不往西向来拉扯，肉痛啊，三百个公里的了，他现在肉痛啊。利用了五百几号荣光，王喜苏茂宝大志二十个家将，乔治洪山修到地当里来，砰一记竹光要靠他三分。你打别跟我这个，现在么娘王的宝，仔细看起来都两个人走，你都这个那么还进去的，要进外国来的干活房里向。东哥，还是东家你都走的？是啊。东哥，谁是呢？像那个白家死人，白家死人，弄得一家五千个吃了耳光。东哥不是说那人都要光奶奶自个不哈？啥屁光啊个？我来再跟你讲个样，白家死人不能动，不能动个样。你还唔不乖？啥上头的乡上要吃些菜子？那个啥些生出来，我些个事体要弄讲子喂。我都比我呀，我不是呀。你稍微奶一奶呢？哎，好那白地浪不好。啥人关在里头，挤挤挤挤的想把书分的。东哥呢？你吃西饭没别去讲理，根本你是俺俺肚子喂。老子他妈不舍得呀！不舍得了，那么还玩什么出事体来的喂？哎，把你口臭吧，弄俺看拉拉两斤泥光。不要么说，看不看的，银子哪抢的？我看让你看吧。哎，这大一百五十两银子抢了，死也不放。银子弄到啥？啥子弄的？加上你给我来抢那个不放，结果你牙子来咬，死去那个谁被那血把你咬开的？我说你是看俺那个，那个一捅一把把银子人也把你抢得起。哎呀，那么好生意让把辛苦啊！哎，死去呀，娘那个死他子五百米空走银子。我是白笔无奈，白个家世人，若要娶得不费周回身。我恨狗狗，他太狠心，可抛弃鬼是不用尽，他将我轰打尾巴啊，想去花人是没良心，真是失礼吝啬的泪下身。务必再比杀你们当鬼当年之中好不阿高，至于阿哥阿哥富良的人啊，水足走不够，他急不想七斗桃花是一日生，哈文不地的胸襟。是呀，我家不管嘞，虽然那吃的鸡鸭叫五百白发，但是现在弄得一家五只狗，哎，那非要出哪里噻？别等我睡着，睡进房老子，为得
我、哦，一世名归人，你可以领队东人去美生。娘啊，噶上吊死他子，那么年纪轻，好领队别去。东哥，你说来我就管你也是，来着讲死是平当的，等到死的子要想我是回来这样子了。东哥，你大有上求那便是耶，要求的。哎，你呀。那出得不了当口了，到那个地方为了扬眉吐气包水了，要么我也是在包水呢。东哥，不想包水嘛，用不到洗碗。后边也是连着身。飞升这个要么洗他子到古代里去飞升啊，你别跟他讲啊，一个人是不是得给昆龙你能上天顶，倘若那东高之意要有两死，我思绪是心有背不你东岸人，那一起风雨命。东哥，是呀，那叫是背呀，是一个少年大变，我这人都当了一代子耶。说不出来，那年纪轻了，那将来为将来能幸福的个。东哥。那谁的这个我老上我就一百年大东哥，还有那个比较给力的那不要死，那东哥呢啊，那来来再弄到两个球球呢，打上两个球球啊，东哥你们上去，我们一到五岁等你一到上天一到四的，哎呀心机的我要拼上当了分上五岁了，那不要死两年要死了，我不要跟你一到去给几不两高的了高后半里那去我不求你，嘿嘿急着往死呀，那被大司令不拉着口车拉了两斤一光一趴了高浩云哪就来了，想一马都马二十个家将叫子红生，他就神力向司命行行发展后是来得到一个信，是个汪的呀，你都神力行发展到时候阿七的听说是一天你科技来了鸡嘎庄三六位给他一头我给他几人人口，所以后是个家将与一个收集当地的保罗呢大队领哗忙真理的我的哥大哥啊，咱们到城外来找这个王老爷 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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